是一个人的心境，还有你用家，那也不错。然后我觉得说，用好，在各种乱世的时候，在各种不安的时候，本来就应该先沉淀自己，然后把自己修炼好，就等待下一次的出发。那在咖啡这个行业里面，我停了30年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脱离。在日本社会里面，我也有参加咖啡的社会，好去研究豆子。然后当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人生还有一个梦想还没有实现。我希望把我的爱，还有把我的温暖，能不是只有在我的旁边，而在我的朋友或者邻里。我希望在我不认识的人里面，会透过一杯咖啡，一杯好的饮料，或是一杯好的餐点，能把所有的爱能展现出来。我也希望说，只是我一个小小的动作，能引发人类最心深处里面那个一个真正大家所需要的。我发现现在社会里面很多人，我觉得大家暴力之气比较严重，然后大家都是批评，不会沉淀下来，然后想想人家的好，想想人家的温暖。我今天只想要做到的就是，我希望今天人家一个早安，真的能温暖你整天。我想做的就是这样子，我也希望借由一杯咖啡，当你真的失落或是快乐或是种种的心情下，你都能因为借由我的这杯咖啡，把你的不好的心情掩盖，然后把你快乐的心情更扩大。这就是我这未来的人生想做的事情。那我也希望说，不管你们累了或是快乐了，都能想到我的直福咖啡来窝一脚，然后我把我的爱散发给你们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开幕仪式，谢谢。家的广大，然后能让这种爱能散发到各个角落，谢谢。好，热烈掌声欢迎。对哦，美芳姐啦，生日了，我在这里做好这个英语英语的哦，啊，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啊好朋友啦哈，啊，大家老早大家好，好，哦，啊，今日只个拄着阮啊，我的家己的表姐吼，啊，咱的王教授是王校长，啊，个咱的啊林老师啦哈，啊，这美学大师哈，还有在场的陶杰林啦哈，啊，我们这个大家一起来。就是讲我们美芳姐哦，这么多的爱了哈，啊，别提她了哈。她刚才啊讲的这一番话哈，啊，我们德福咖啡啊，她已经从这个咖啡研究30几年了哈。其实我很少喝咖啡了，我都咖啡都拢苦的，我都较袂晓的。这杯那个那特别香啊，谢谢谢谢。所以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这个喜气哈。啊，我想我借这个机会哈，啊，跟一些好朋友哈，啊，来分享我们美芳姐刚刚所讲的啊这一番话哈。我想我们啊，这个个人嘛要搞啊哈，所以先来打个拜杂年了哈。啊，在20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大家在牛年啊行大运哈，啊，吃大福赚大钱哦，啊，大家拢来当扭转乾坤了哈。爱祝我们啊，植物啊，咖啡哦，我们这个餐厅啊，一天呐、啊，这个生意哈、哦，比一天的好哈、哦，蒸蒸日上哈、哦，红土大涨啊，大花利市，好叹息啊，祝好大家平安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要招待给大家的，那未来呢？哦，等一下你可以到2楼，因为之后呢，美芳姐会推出很有特色的五菜单的料理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。植福于地下的生机呢，然后经过了这个春的洗礼，然后透过这个植福咖啡的洗礼呢，将你心中的激情、热情之后都来绽放在这个地方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。谢谢。我想要杯咖啡，拍拍肩上的灰。This world is crazy, I'm feeling lazy. 给我一杯咖啡，咖啡，yeah.
赶不走灰色乌云，就戴上墨镜。哦，给天空加个滤镜，保持心情。哦，放慢节奏，跟着点头，双手插兜，晃晃悠悠。今天别找我开会，并没事再续一杯。Nothing here can ruin my wife。情侣在忙着约会，屋顶下人是绝配，没人在乎我是谁。我想要杯咖啡，拍拍肩上的灰。This world is crazy, I'm feeling lazy。 给我一杯咖啡，咖啡、yeah。给我一杯咖啡，那分量倒是让人陶醉，也许有点想入非非，试着放下所有防备。看着这未来的天空，仿佛在太空中遨游，头脑都放空，就像这一刻微风迎面吹拂着咖啡店。忘记时间，微微训练过眼云烟，所有困扰的烦恼和想法绕到现实，也许就有了办法。别去纠结别人决定和看法，来北冰没事出发。白日梦里看风景，沿着阶梯地飞行，痛开绷紧的神经，扔掉随时的完美，因为实在续一杯。 Nothing here can ruin my wife。我想要杯咖啡，拍拍肩上的灰。 This world is crazy, I'm feeling lazy。 给我一杯咖啡，咖啡。惊动，放声尖叫，锁上耐心。
心的。